充分表，这个地方就已经让你们充分表达意见。你找国民党内部一个过来嘛。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都在现场，他们很清楚，你们从头到尾，我们让你们在这边充分表达意见。你在这边，你们要到其他地方去，我们警方维持秩序，依规定来做管制。嘉信，你告诉我们的职责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你告听到，你告听到，你都无听到嘛？朱立伦，这不是我们警方的职责权的职责范围。是我们有，你依据几位游行法，我们都不能依据宪法、啊，可不可以啊？大哥啊，你怎么不讲话了、啊？大哥啊，我现在法律上啊，十五六条在跑啊。我叫李玉生啊，我今日哦讲些歹听，我不是黑道呀，我不是白道呀。哦，你们是白道，你们不能做这违法的事情，你们不能违宪，你们不能违宪。第一部宪法是先有宪法，才有下面的法。你依据下面的法把我们挡住，那我们上面有个宪法要管。对，不能违宪。我们是一中宪法，你大哥啊，大哥啊，你有没有法学素养啊？你干到一个分局长，今天有没有让你们表达意见？啊，你有没有让你们表达意见？大哥啊，我不能表达，我能不能讲话？你就在这里表达意见。在这里，你叫他过来嘛！你叫他过来嘛！你不要在这里，这里是马路，你要限制人民的自由，这里是马路。来，那个准备第二次举牌，第二次举牌，来，我们来一起喊啊！中央分局，警察开始收证。好，我们大家看啊，媒体看啊，中山分局局长带头违法啊，带头违法，刚刚好就好。警察管我们干什么？这个是人行道啊，抱歉啊。